起跑男，相信各位小伙伴们应该是看过了吧。虽然说跑男6已经收官了，但是他的热度和话题度可是很高的，被网友们称为国民综艺。看来这档综艺节目也是很受网友们的欢迎，可以说跑男这档综艺节目在给观众们带来欢乐的同时，也传递出了满满的正能量。像在跑男6中的划龙舟环节，不仅发扬了传统文化，而且也让观众们体会到了节目组的用心。有网友表示，跑男这么受欢迎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而且节目中的嘉宾在节目中的表现也是很不错的。图大家都知道，跑男的常驻嘉宾应该是大家熟悉的味道和佩服。但是有网友表示 Angela Baby 作为跑男唯一的一位女 MC， 貌似也受到了不小的争议。甚至有网友表示，在热巴离开跑男后，貌似节目的收视率有所下降。有网友爆料称，最近在网上流出了一份你理想中的跑男家族是怎样的的投票。也有网友表示，投票结果貌似挺耐人寻味的。甚至有网友表示，难道说跑男7阵容要换血了吗？也有网友表示，先撇开这份投票的真实性不说，单看结果，貌似出现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。从投票结果来看，陈赫、邓超以及鹿晗的投票结果也是蛮乐观的，但是投给 Angelababy 的票数貌似还没有热巴的高，也是蛮令人意外的。有网友表示 Angelababy 的得票率败给热巴，但是有网友表示，幸亏这份投票不是官宣，这应该算是好消息了吧。不过 Angelababy 的得票率不是很高，就算是好消息，如果说他看到这份结果，估计多多少少会有点难接受吧。毕竟参加了跑男几集了，表现也是很不错的，这结果却貌似不是很乐观。不过有网友表示，另一个坏消息是这份投票的真实性却是遭到了网友们的质疑，估计也没有多少可靠性吧。虽然说迪丽热巴的得票高，但是却没有多少的可信度。有网友表示，估计热巴不一定是嘉宾，估计对某些网友们来说也算是一个坏消息吧。不过反过来想一下，就算是坏消息，但是迪丽热巴的得票率高，如果他看了也应该是蛮兴奋的吧。得票率高也就说明他也是蛮受欢迎。不过总的来说，无论跑男7阵容是否会换血，估计这档综艺节目应该是很精彩的。